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陇西的汉广武帝陵，这里位于牧宁县的黄河岸边，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和他皇后尹丽花的合葬陵园，当地人也称为是刘秀坟。听说里面这个陵前的刘秀墓碑啊，被抹的是油光发亮，出了宝浆。这游客为什么会抹这墓碑啊？是有什么传说和民俗吗？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旁边有个碑文简介，上面写的是中兴碑的传说。此碑为清乾隆年间所述，其中中兴二字是油光发亮，乃游人触摸所致。相传距北八步至十步，闭眼前行，伸手触及中兴二字，即预示着触摸着事业有成，前途无量。过年了，原来都是来摸碑讨彩头的，都摸得不错，感觉这个新年运气都不差。运气好了，这个奋斗也是少不了了。2021，加油啊，奋斗！